个这种情况。平 A 低勾油，不打了。低勾油，要不要再交个税？那不用了，我不负责收税，税自己交吧。低勾油。我的心更沉。低勾油，低勾油，跟着寂寞打，我们就慢慢耗他啊。能 W 到兵加人是最好的 ，W 不到兵加人，我就直接 W 他。啊！叶哥应该是死了，重扣呀！平 A 致命点呀！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平 A 低勾油，平 A， 我重扣，平 A， 平 A 漂亮双杀，大波扣，上面炮车能收着不？加油啊！炮车顶住啊！啊！啊西吧！你们说莫甘娜是碰到 AP 越多的阵容好，还是 AD 越多的阵容越好？我觉得碰 AD 阵容的越多越好，这魔法盾他们破不了。低勾油，重抠，我们差100块有遗失的章节啊！低勾油。低勾油，这自亡我有什么用呢？重抠，低勾油套盾平 A， 我可双 buff 啊！你跟我 A， 低勾油。抽一下，还差，我差了，回家了。低勾油，套盾，再补最后一波吧。低勾油。我们差最后一个法力流星链攒满啊，直接低勾油，差不多了，最后补一波吧，最后补一波低勾油，
中扣就死，中低勾油，算了，下边再杀吧，感觉能杀，塔下把他杀了不行。他以为我没什么蓝，但其实我是有蓝的。这波考验我们 Q 准不准的时候来了啊！ R 点连接 W 应该能死，但我估计可能会被他给换了。得了，平 A。打个眼儿，最后吃一波，把熊饼小饼干吃了，我的炮，再吃成塔皮吧。回家了，这飞机不歇吗？谁的飞机啊？呀，谢谢亲叔叔的飞机啊！谢谢谢谢，感谢亲叔叔的飞机。没显示啊，这玩意儿呢？这波装备刚刚好啊，刚刚好，我们神装了，饼干给他卖了。嗯，还有个飞机，猴迷妹的飞机吗？没关系，让我看一看啊，没显示啊。没有啊。啊，有，谢谢猴迷妹的飞机，谢谢暴走的蛋蛋面。猴迷妹真是的，猴迷妹都这么长时间了，在俺们直播间，还能不知道我为什么没说飞机吗？打个眼儿。哎呦哇，这双 buff 哪来的呀？平 A， 重口低勾油，哎呦，我的每一步都是你才被训练。低勾油致命点燃绝平 A。谢谢你的双 buff。 还有一个呢，踩了，没有雷吗？开大招，平 A， 平 A， 低勾油接个 Q， 接平 A 死。啊！低勾油，
吃个药吧。1200加1250能多少？闪现，再见，低沟油。先来个蓝烈汉的苦楚，再把我们看看啊，要不要一个水银海？这是一个问题。可以来个水银海，但我选择西地海，西地快一点，西地。只有死亡才能解脱我。免疫控制我怎么下来的？跳弹又不是。别人的控制，我自己的控制应该没问题吧？斯塔皮了，积木去下路了，这积木。打个眼儿来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队友好像没顶住我呢。小兵别乱跑啊，来进我的地沟油。看看有没有蓝 buff， 瞅一眼，没有蓝 buff， 我们打个蛤蟆，看看这中路啊。哎，中路好像有机会啊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来，我们在这等着卡特，重 Q， 低沟油，套盾，平 A， Dominating。现在我们还差200块钱回家，差200块钱，呀，差一点点的钩，重钩，低钩有，给大招，点定，重钩，低钩有，平 A。中扣差最后150，低沟油，中扣，这哪来的赵信？哎呦我信哥，信哥右边咋没瞅着他呢？瞎了刚才。哎呀，刚才赵信吧，他这个位置吧正好在这边，我没注意迅哥的位置。刚才我回放的时候我看见了，当注意力一直在那 ADC 跟卡特身上，怎么死了一把呢？哎呀，赵信呢，真是有点烦人呢，这赵信让我的美甲窃魂卷少了两层，挺烦人。杀个积木去，直接吃个药加点移速。这积木一个 QW 我估计就能死。你挡一会儿，你挡一会儿，你挡我一会儿。也行吧，他也走不了。平 A 低沟油，
我有美甲窃魂卷呢。来中团，好，可以开始打团了啊。耶，我先打个蓝 buff。坑一下，地沟油。地沟油。我服耶哥。平雷接扣中地沟油。地沟油。都有扣，积木干啥呢？积木啊，积木走位不错呀，积木来走位，来走位，舒服了吗？走位呀，这个扣居然没扣到，我不敢相信呢。回家吧，我们十九层美甲窃魂卷了。来个大棒的，给个男 buff 行不行？嗯，副业哥，看来是不行。卡莎还得带，我的残缺恰是光荣的证明。哈哈，那信哥，哟啊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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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位，走位！啊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！你大爷的，地沟油！来，来，来，来！队友呢？上啊！扣一下，地沟油，给盾。抽一下，低沟油。差点我美甲窃魂卷就没了。今天这抠命中率不行，好歪呀。我估计是皮肤问题，这个皮肤它就不得劲儿。我的问题不皮肤问题，没有眼儿啊，发造信的。地沟油致命点燃等死。
积木挂机了吗？还剩个赵信，中！蓝 buff 可以要啊，我们先在这摸一手奖吧。 这里边有个眼儿，低勾油，算了，不追他，那里边有人儿，抠中，低勾油，抠中，低勾油。 我觉得莫甘娜比较害怕的就有卡特，卡特有时候抠不着，他老是瞬移，还有那卡萨丁。正义是强者的幌子。抽中低勾油，哎呀，这里头有眼儿啊！ 一瞅着就是有眼，抽中低勾油，跳弹走位，抽中闪现。哎，我就知道那赵信从右边来，但是我 Q 了，为啥没中啊？ 我服一哥，可以服一哥。我再来个什么呢？我想一想啊，750码是多远？ 我来个星界专注，我来个世界专注。战斗会激起如此多的情感。定身也可以触发吗？这不是，控制效果也是可以的。 扫一下，眼儿还挺多，看看你 Q 多远，他也没写多远呢，这么远，他也没写多远，但是就是这么远。 抠，看看这边有没有视野啊？没有视野，我慢慢摸一手，抠中，不好抠。 飞行弹道有点慢，哎呦，重抠，低勾油，这回好抠了，这么老些人呢，慢慢摸呀，着什么急呢？摸呗，那就低勾油，对吧？随便摸吗？
哎呀，这坑怎么飞了呢？一钩有四个药，别着急。一钩有，锤子，你被强化了，快上！还怎么看一个英雄距那个技能有多远的多远的距离呀、啊？多少码呀、啊？重扣，那低钩有。快点过来！我破碎的心。哎呀，我看一看。这个世界就是我的一切。来，看看那潘森上哪去了？低钩有。重扣，低钩油接大招，先把他秒了啊！低钩油一技能重扣，给我杀他！行呗，低钩油闪现，重扣，怎么点炎吗？啊，点炎，我是怎么触发的电刑呢？我都没被他打着。烦死了，卡特！看来我得整个沙漏了。最后我们再出个沙漏，不得，我先出这个小恶魔法典，让我们的减息地更高一点。先出秒表啊！先出秒表没有虚区啊，我应该用不太上秒表。喂，那减息地多一点，多放几个扣，能多杀几个人。抠低钩油接大招套点盐，定中抠低钩油给盾，重抠低钩油雷还挺多，怎么回事？低钩油，不要让赵信啊贴到我们。重扣，低钩油，重扣，低钩油给盾。下一把。